论三首正五首，方三十四首针灸图论曰：黄有五种，有黄汗、黄疸、骨疸、酒疸、女痨疸。黄汗者，身体四肢微肿，胸满，不渴，汗出如黄柏之，凉由大汗出足入水中所致。黄疸者，一身面目稀黄，如橘油爆的热以冷水洗之，热因流胃中，食生黄瓜熏上所致。若成黑胆者多死。骨胆者，食必头眩，心中浮发赤斑黄黑，由大醉当风八水所致。女痨胆者，身目皆黄，发热恶寒，小腹满急，小便难，由大痨大热而交接，进入水所致。但根据后方治之。黄汗之为病，身体浮肿发热，汗出不渴，状如风水，汗沾衣色正黄如薄之，其脉自沉，从何得之？此病以汗出入水中遇，水从汗孔入得之。黄芍药桂酒汤治黄汗方：黄五两，芍药三两，桂心三两，上三味举，以苦酒一升，水七升，合间取三升，饮一升。当心烦也，至六七日稍稍自除。心烦者，苦酒阻固也。桂枝黄汤治诸病黄疸一利其小便，假令脉浮当以汗解方：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，甘草二两，黄五两，大枣十二枚，上六味举，以水八升，微火煎取三升，去子，温服一升，复取微汗，须臾不汗者，饮稀热粥以助汤，若不汗更服汤。麻黄醇酒汤方治伤寒热出表发黄疸方：麻黄三两，以醇酒五升煮取一升半，浸服之，温复汗出愈。冬月寒食用清酒，春月宜用水。治黄疸方：瓜地、熟米、赤小豆各二七枚，上三味制，下筛。病重者取如大豆二枚，纳住鼻孔中痛缩鼻，须臾当出黄汁或从口中出汁生于则愈。病轻者如一豆，不差，见日复用。右下里间，宜同使人及吹鼻中，无不死，大甚之。山凡聊天行毒热通贯脏腑，沉浮骨髓之间，或为黄疸、黑疸、赤疸、白疸、骨疸、马黄等病，喘息须臾不绝。大黄丸治铜钱、大黄庭栗子各二两，上二味为末。蜜合丸如五子大，未食每服食丸，日三。病差止。右方大黄二两，黄连三两，黄柏、黄芩各一两，取一五合，上五味为末。蜜丸如五子大，先食服三丸，日三。不知加至五丸。茵陈汤治黄疸身体面目尽黄方：茵陈、黄连各三两，黄芩二两，大黄、甘草、人参各一两，栀子二七枚，上七味举，以水一斗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日三。抑制酒胆、酒脾。三黄散至铜钱，大黄、黄连、黄芩各四两，上三味制，下筛。先食服方寸比，日三。亦可为丸。五苓散治黄疸利小便方：苓、茯苓、泽泻、白术、桂心各三十株，上五味，捣筛为散，可食水服方寸比，即饮水即利小便，即汗出浴。此方与第九卷方相同。秦椒散治黄疸饮少逆多方：秦椒六株，瓜地半两，上二味至下筛，水服方寸比，日三。小半夏汤治黄疸小便色不异，欲自利腹满而传者，不可除热，
热除必会方，半夏生姜各半斤，上二味举，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，分在服。有人常积气结而死，其心尚暖，以此汤少许之入口遂活。治黄疸方取生小麦苗捣嚼取之，饮六七合，昼夜三四饮，三四日便愈。无小麦，麦亦得用之。治黄疸变成黑疸，一所不能治者方土瓜根捣之一小升，顿服，日一，平淡服至十时，并从小便出，先虚量并换气力，不得多服，力衰则起不得，至发黄身，面目稀黄如金色，小便如脓煮薄汁。众医不能疗者方茵陈栀子各二两，黄芩、大黄、柴胡、生麻各三两，龙胆二两，上七味举，以水八升煮取二升七合，分三服。若身体雷去大黄加栀子仁五六两，生地黄一升，延年蜜露无茵陈，有栀子四两，瓜蒌三两，芒硝二两，晋孝方加枳实二两。夫黄发已久变作桃皮色，心下有坚，呕逆不下饮食，小便极赤少，四肢逆冷，脉深沉极为细迟者，不宜服此方的下必便也。宜与大茵陈汤除大黄，加生地黄五两，服进汤，消息看脉小浮出，行小见，不甚沉微，便可治也。脉浮见者，黄当明，不复作桃皮色，心下自宽也。大茵陈汤治内时热盛发黄，黄如金色，脉浮大滑时紧束者，夫发黄多是久克劳热，时少胃中热，或温毒内热者，故黄如金色方。茵陈黄柏各一两半，大黄白术各三两，黄芩、甘草、茯苓、瓜蒌根、前胡、枳实各一两，栀子二十枚，上十一味举，以水九升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得快下，消息三四日，更治之。苦参散治人无见忽然震寒发黄，皮肤黄区沉出，小便赤少，大便食闭，气力无益，饮食不防，以服猪汤散余热不除。久黄者以土下方，苦参、黄连、瓜地、黄柏、大黄各一两，停利二两，上六味制，下筛，饮服方寸比，当大土，土者日一服，不土日再，亦得下服，五日之可消息，不绝退更服之，小折便消息之。至发黄方茵陈黄柏栀子大黄各三两，黄连二两，上五味举，以水九升煮取三升，分三服，先服汤后服丸，大黄五两，茵陈栀子各三两，黄芩黄柏各二两，上六味为末，蜜丸如无自大，饮服二十丸，令微利。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伤寒瘀热，在里身体必发黄方，麻黄连翘甘草各二两，生姜三两，大枣十二枚，杏仁三十枚，赤小豆一升，生紫白皮二升，切上八味举，以老水一豆，先煮麻黄去末，次纳诸药，煎取三升，分三服。茵陈汤治伤寒七八日内食瘀热结，身黄如橘，小便不利，腹微胀满，一下之方。茵陈六两，大黄三两，栀子十四枚，上三味举，以水一豆二升，先煮茵陈取五升，去籽，次纳栀子，大黄煎取三升，分服一升。日三，小河饭粒如皂荚末状，色正赤，当复检，黄稀随小便去也。饭汪用疗骨胆，
短句方用石膏一斤，大黄黄柏栀子芒硝汤治发黄腹满，小便不利而赤，自汗出，此为表和理实当下之方。大黄三两，黄柏芒硝各四两，栀子十五枚，上四味举，以水六升煮取二升，去籽，纳芒硝缓煎取一升，先食顿服之。因陈丸治实行病急黄，并胀利益气及疟方。因陈栀子芒硝杏仁各三两，巴豆半两，衡山鳖甲各二两，豉五合，大黄五两，上九味为末，以形合丸。如五子大，饮服三丸，以土利为佳，不知加一丸，初觉体气有益，即服之即差，神效。治急黄热气骨蒸两目赤麦方芒硝一两，大黄一两半末，生地黄汁八合，上三味合合，一副五合，日二，以利为度，不需二服。治风胆小便或黄或白，洒洒寒热，好卧不欲动方三月艾一树倒，取之同气中煎如漆，蜜蜂之苦深大。黄黄连凝水时瓜蒌根亭立各六株，上七味以六味为末，艾煎合丸。如五子大，先食服五丸，日二，可加至二十丸。有热加苦参，可加瓜蒌。小便色加亭立，小便多加凝水时，小便白加黄连，大便难加大黄。寸口脉浮而缓，浮则为风，缓则为痹，痹非中风。四肢苦烦，皮色痹黄，淤热已行，复阳脉紧而数，数则为热，热则消骨，紧则为寒，实则满也。尺脉浮为伤肾，复阳脉紧为伤脾，风寒相搏，使骨急眩，骨气不消，胃中苦浊，浊气下流，小便不通，阴被其塞，热流膀胱，身固尽黄，名曰骨胆。治老胆，骨胆丸苦参三两，龙胆一两，上二味为末，牛胆合为丸。如五子大，先食以麦粥饮服五丸，日三，不知稍加之。山樊方加栀子仁三七枚，以猪胆合为丸。夫人病酒胆者，或无热，静言寥寥，腹满欲吐呕者，以土之方。前苦参散七味者是酒胆，必小便不利，其后当心中热，足下热，是其症也。夫酒胆下之久久为黑胆，目青面黑，心中如蛋蒜蟹状，大便正黑，皮肤爪之不仁，其脉浮弱，虽黑微黄故知之。只食大黄栀子豉汤治伤寒饮酒，食少饮多，痰结发黄，酒胆心中懊恼，而不甚热或干呕方。只食五枚大黄三两，豆豉半升，栀子七枚，上四味举，以水六升煮取二升，分三服，心中热疼懊恼皆主之。凝水食散治肉胆，饮少小便多如白干涩，此病得知从酒方。凝水时白十枝瓜蒌根桂心各三十株，菟丝子之母各十八株，上六味制，下筛，麦粥饮服五分比，日三服。五日之，十日差，茯苓丸心下纵横煎而小便赤是酒胆者方。茯苓茵陈干姜各一两，白术熬枳实各三十株，半夏杏仁各十八株，肝上十味为末，蜜合丸。如五子大，空腹服三丸，日三，稍稍加，以小便利为度，一方加黄连一两，大黄十八株，名茵陈丸，治黑胆，身体暗黑小便色，
半夏汤治酒瘾，胸心胀满，骨肉沉重，逆害饮食，乃至小便赤黄，此根本虚。劳风冷，饮食冲心，由脾胃内痰所治方。半夏、一升、生姜、黄芩、当归、茵陈各一两，前胡枳实、甘草大戟二两，茯苓、白术各三两，上十一味举。以水一斗煮取三升，分作三服。牛胆丸治酒胆参黄曲陈出方。牛胆一枚，圆花一升，饶花半升，瓜蒂三两，大黄八两，上五味四味举。以清酒一斗渍一宿，煮减半，去籽，纳牛胆微火煎，令可丸如豆大，服一丸，日一六七匙，不知复服一丸至八丸，隔上吐，隔下下，或不吐而自愈。阴沉丸治气淋炉胀腹大，身体面目稀黄，及酒胆短气不得西方。阴沉天门冬栀子各四两，大黄桂心各三两，通草石膏各二两，半夏半升，上八味蒸。大黄、通草、天冬、栀子、半夏曝令干，核捣筛，蜜丸如大豆，服三丸，日三，既生余，以豆羹服，不得用酒。一方去石膏，纳华石二两，不知加至十丸。消食凡食散治女老胆方，消食凡食各半两，上二味至，下筛，大麦粥之服方寸比，日三，众医复取汗，并随大小便出，小便正黄，大便正黑，湿胆之为病，使得之一身尽疼，发热，面色黑黄，七八日后壮热，热在里有血，当下去之如豚肝状，其小腹满者，凡食滑食散及下之，亦至一身尽黄目黄。腹满小便不利方凡食滑食各五两，上二味至，下筛，以大麦粥之服方寸比，先食服之日三，便利如学者以当汗出差，滑食石膏散滑食石膏等分，上二味至，下筛，大麦粥之服方寸比，日三，小便极利则差。针灸黄胆法正面图第一，银门上银里上斜人中斜成江舌下唇里颞巨缺上脘阴缝银病。上银里穴正当人中及唇。针三，治马黄黄胆等病。上穴入口里边在上缝赤白脉室。针三，治马黄黄胆四十等病。舌下穴斜舌两边。针治黄胆等病。唇里穴正当承浆里边逼齿龈，针三，治马黄黄胆寒暑瘟疫等病，颞穴在眉眼尾中间，上下有来去络脉室，针九支，治四时寒暑所苦胆气温病等。斜人中穴火针治马黄黄胆易通身病黄与阴已不转者，斜承浆穴去承浆两边各一寸，治马黄极易等病，巨缺穴在心下一寸，九七状，治马黄黄胆极易等病，上脘穴在心下二寸，九七状，治马黄黄胆等病，南阴凤穴波阴反向上九，治马黄黄胆等病。若女人玉门头门头是穴，男女针灸无酒无在。腹面图第二，风府热府肺于心于肝于脾于肾于脚后跟。风府穴在向后入发际一寸，去上骨一寸针之，治头中百病马黄黄胆等病。热府穴在第一节下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，针灸无在，治马黄黄胆等病。肺俞穴从大椎束第三椎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酒主黄胆，通治百毒病，
心与穴从肺与束第二椎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肝与穴从心与束第四椎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脾与穴从肝与束第二椎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肾与穴从脾与束第三椎两旁相去各一寸五分。脚后跟，穴在白肉后际针灸随便。治马黄黄疸寒暑诸毒等病。侧面图第三，耳中夹里手太阳臂食指头前孔太冲，耳中穴在耳门孔上横梁室。针灸治马黄黄疸寒暑易毒等病。夹里穴从口吻边入网对夹里去口一寸针。主治马黄黄疸寒暑瘟疫等病。夹两边同法手太阳穴手小指端。九，随年状治黄疸，臂食指头穴还取病患手自捉臂，从腕中太泽，则当作渊，闻向上一敷皆白肉剂。九七状治马黄黄疸等病，前孔穴度，乳治其中曲类头骨室。九百状治黄疸。太冲穴针灸随便，治马黄黄疸瘟疫毒等病。